米布是一个国际重要的湿地。世界自然基金会将会在10月15和22号在米布自然保护区举行步走大自然。参加者除了可以欣赏米布的美景之外，更加会发成黑脸琵鹭、弹涂鱼、水牛和蜻蜓，参加各种自然工作坊，一起亲身体验大自然，同时为我们的湿地保育和教育工作筹款。查询请电 2526-1268。